澳门台湾是珍贵的宝岛，但是您知道吗？其实现在世界上很多像台湾一样美丽的土地正在每一年都在消失。这是国际森林保育组织的统计，目前全球的森林每年正以净减少520万公顷的速度来消失，几乎就是 1.5 个台湾本岛的面积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。而因此为了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消费意识，国际的职场和台湾通路还有环品会也将透过一系列的推广活动，教导大家如何使用举手之劳替地球留下森林。